欢迎来观看目前没有异形的异形游戏。前面有门锁定了，打开窗户，管理室各种刁难啊，拿到弹药，拿到燃油，哟，什么东西啊？拜托，我正在思考问题的时候，不要什么东西突然跳出来。这个 EMP 没有用啊！死路，不要抓我！我讨厌，那路太窄了啦！这是我来的地方，顺利闪身。这个门可以紧急关闭吗？不行。哎呦，弩枪哎！哦。趁现在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开。快门秒6832。6832，等，生化人来了！哎，这个没有用啊！我到底有没有射出去啊？啊！我没有填子弹吗？像呐！要安住集中啦，去死啦，送啦，送啦，要安住集中啊，一发爆头死。终于有一个可以直接爆头的武器，除了散弹枪之外第二把。趁现在补血一下。用法错误啦，不是一直按，要按住啦。刚密码6832，对不对？让我制作一下医疗包吧，邪恶蛋姐。这样做好滑稽，真的吗？这样吗？要爆炸啦！能量传输，我们需要你到反应炉。反应炉电压过低，我来找你。这个没什么。6832。6832，安全窗选择打开，前面应该开了啊，对，没错。嗯，这里吗？原子炉入口，在这么高辐射、高剂量的地方，我们说这样子肉身走进来，会不会太夸张啊？雷普利完全只是穿了一套工作服而已、欸。03反应炉，应该是啦。呼叫升降梯。一步，Ricardo, you ever been to the reactor? Never took that at all.Did some training in one. Seems like a lifetime ago. 雷普利算是
工作员、工程师类似那种，所以他们曾经有接受过反应炉工作的训练，所以他才会这样讲。弩枪弹药，看来没有其他东西啊，也没有记录点了、欸。中央原子炉，真的就这样踏进去了，太帅了吧！防护衣都不穿的，雷普利的身体反应能力、反抗力，难道比真化人还强吗？左轮散弹枪，我还是没有火焰枪啊。耶 ！Safe point。机器枪打异形应该没有用。异形不是这么简单可以杀死的。异形在故事这个世界中是一个很强大的生物。除非火力够啊，把它压着黄红有没有？有有，这地方好帅哦！这地方，反应器顶部。Nothing. Got some androids. Core control system. 生化人。I'm gonna have to explore the lower level. Should be an elevator down somewhere. 下到反应炉底部。我知道子弹要省点用，但是这么多生化人不可能全部避开吧？避开不可能了吧？没有地方可以躲啊！你看又来了，直接直直的就来一只了。头爆掉了。目前视野中，我看见三只。我把他们全部都解决掉了。这两发还不错嘛，我看一下这边有什么。这个电梯不能按，应该也只是上下而已，没什么特别。哇，好多弩枪弹药，好棒哦！阿法核心启动装置不能按。等下是正前方嘛？没错。我走过去会被电死吗？我想试看看，但是就是觉得好蠢哦。那边就是我要去的门，但是我要绕一下，因为这边可能会有弹药之类可以捡，对不对？一发也好啦，一发也好啦。没有，哭了。原子炉，保守室。
我希望下去就有一个记录点。弹药好少，对啊，感觉有种，有种阿 Tune 的 feel 啊。哎，这是我的枪为什么浮在空中？哎，拿起来了，搞什么鬼 bug？ 耶，新的火焰枪！耶，前面都是异形的巢穴口水。耶！耶！寄生虫又出来了！耶！皆大欢喜。Everyone that's missing, everyone, they're trapped in some kind of nest. There are eggs. It's like a farm. Shit! Just get out of there now. 他叫我摧毁巢穴。真的 gay 啊！必须从导管恢复动能。所以说，反应炉不对。阿波罗系统没办法降低威胁等级，就是因为反应炉这边有异形存在。我一直听到好像简要孵化的声音。等一下，往哪里走啊？这边我应该可以，我应该可以站起来走吧。看起来没有小异形在啊。有人被钉在墙上，准备孵化中啊。他们都会把人类杀得快死，对不对？然后让那个寄生虫扑他的脸，然后把那个什么刺哦，刺进去人类身体里面。在他身体里面吸收养分寄生，然后等他可以孵化的时候，他就从正前方有没有从肚子那边爆出来，从胸口肚子那附近爆出来，这个就是异形的生殖方式。What the fuck？死了！雷普利人生中杀死的第一只寄生虫。耶！我好像听到寄生虫在导管里面走来走去。不能开。去死啊！这个场景好棒哦！死了还要抱一下，不要吓人好不好？我们突然从正常的解谜游戏，一瞬间又来到了压力满满的地方。解除封锁机构。除了吗？导管，先找个角落蹲起来，绝对是正确的。史贝塔核心超载，完蛋，有东西来了。超载了吗？好帅哦！到底有没有在超载？有超载中了。哦，我要退后一点了。这边该不会直接把我炸死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好多怪物的声音哦！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该走了？史贝塔核心超载应该有个门可以动了，可以走了，对不对？
我可以烧这个吗？哎呦呦呦呦呦！换子弹中，不要来闹我啦！啊！我靠，太快了吧！太快了吧！我举枪的时间都没有，一瞬间就冲到我脸前面了，然后记录点就在我旁边。Oh no! God no! 快速的再来一次。Ricardo, they're all here. 我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了。Everyone that's missing, everyone, they're trapped in some kind of nest. There are eggs. It's like a farm. Shit.啊，刚刚路过记录点，我没有记录吗？搞毛哦！我把事情全部搞定之后，记录点应该已经恢复好了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搜索一下墙壁上的人类寄生体，尸体一堆。咬毛哦咬！哪里？我想看啊，超载之后先走，对不对？先跑出去再说了。贝塔核心超载，我靠！好险，这边一定有一只埋伏我啦，好讨厌哦！走这里吗？我在这边。等一下啊、哦，等一下啊、哦。有！打这里啊！快进去啊！拜托啊！又是死路。这边看起来比较安静。另外，不对，正前方。哪里啊？没办法安静走路啊，地下都是水啊，再怎么走都有啪嗒啪嗒啪嗒的声音。好多，前面有记录点，然后就在前方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小虫，靠腰要死了，记录，快记录啊！看，刚有一只异形在我旁边，但是没有咬我、啊，然后这样差点又被小虫咬死。重新定位能量。中间那个，等一下，中间那个圆圆的，我必须拉两个地方。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附近有异形在动。
死路那边有小通风口，真的吗？啊，是那个闪灯的地方是不是啊？靠，这个一紧张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是我太蠢了。这边啊，这边啊，有有有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是那个按钮对不对？恢复电力，没燃料就只能躲啊，一直躲，真的就一直躲。然后那个小异形飞上来对不对？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可能就是拿枪打吗？打绝对打不到的吧。靠呀，外面有一只了，火焰没有，呜，好多只哦，超大异形巢穴，什么都有，想得到的，电影中的，什么屁都有。现在可以按了，站起来啊，雷普利，脚软哦。贝拉金超短，现在要过去按按那两个管道上的东西。等一下，趁现在安静，我先记录一下好不好？管他有没有敌人，按就对了。成功了吗？返回中心反应堆。啊，要活，要活着走出去了。这边走出去有一个通风口，然后再回到起点那边。我有记录嘛？应该还 OK 吧？我100多的火焰燃料，至少还可以挡两次吧。这个弹都是空的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哎、欸，我操！我在看墙壁旁边的小洞，结果就有一只小虫跳起来了。趁人之危吗？突然就被小虫咬死了。不能记录了。前面有一只小虫，对不对？洞在哪里啊？对对对对，这次我看到了。左转直走。直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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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走。啊！我还要按电梯，快点！哦，哈哈，有异形的时候跟没有异形的时候，这是两个游戏。成功了，耶、yeah ！